随着工商社会的多元进展，步调加速，烦恼人口不断增加，压力情绪四处蔓延，现代人的生活似乎充斥了种种压力。压力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压力呢？在我们的时代呢，没有这样的名词哦，因为现在的人啊，动不动都说压力大，所以呢，口头的压力变成了心灵的压力，心灵的压力会变成了社会的生态。所以呢，这种的口头压力啦，就无形中影响到了心理，那就心理就会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生态。在我们的七十几年前的那样的年代，从我们小时候到长大，都没有那样的形容词，没有嘛。人人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虽然呢，做的当的物件也是要扛起来，他们都没有这个压力的名词哦，很重的有形的哦，啊，拉你抽当的康会，他们都要做，但是呢，都没有什么压力，没有。环绕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具有重量，造成大气压力。平地上每平方公分约有10336公斤重的力量。以一个150公分高的成人来说，约承受了10000公斤的大气压力。但是我们怎么没有被压垮，也没有受压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体腔内外所受的大气压力相等，彼此抵消的缘故。电视机前的您能否想象，如果少了压力，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有压力的存在，大地万物才得以平安的生活。压力是无所不在，压力也是一个物性，特别是在物种演化的过程里面，压力是一个物种在克服环境所遭遇的一个变化时候，它的一个应对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为了让这个物种繁衍下去，它基本上要学会去主宰这个环境，找到让自己能够心安的方式，能够留得下来。好，这是一个物种演化基本的概念。那有人说，压力产生的焦虑是一个物种往前的一个 moving power。我想这是有它存在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意义。在紧张时产生的压力感，会造成肌肉紧绷、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肾上腺分泌也会增加。这些反应可以让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在过去可以帮助人类逃离野兽或灾难。等到状况解除，我们的身体就会恢复正常状态。但是现代人的压力大多来自无形，甚至是自我想象的困境，因此这种身体反应无法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久而久之，身体或心理便容易出现问题。压力呢，都是来自于不愿意，所以呢，外面呢，给的他就感觉到被压迫的。假如呢，这个心思啊，心的疏扣哦，那健康的，我想会很欢喜的接受，就没有压力了。所以有的时候看看现在的这种压力的流行呐，不只是青少年，其实呢，那现在大人嘛是同款呐。什么生活压力呀、什么人际压力呀、等等，这种流行的话呢，讲的太多了，变成了呢，真的这个社会呢就充满了压力，压制着。
我们不能一直呢说压压力压力，天要塌下来了，活不下去了。因为呢，举头三寸有神奇哦，人人这样喊着喊着，真的呢是有朝一日啊，真的会天要塌下来。你会说哦，那么夸张啊？不是夸张，看现在呢，下雨，倾盆而下呢。卡扎的那落雨不是亲像今嘛安尼呢，现在一下淹没掉了。你想，这种的不就是像天塌下来一样吗？真的实在是吼，人要乐观，人要有使命感。2011年年初，天灾平息澳洲，水患过后的东半部百废待举，东北部的昆士兰省在台湾时间2月2号晚间，又有威力强大的热带气旋雅斯登陆，雨量惊人，农作物损失惨重，沿海城市一片断垣残壁。昆士兰水患发生时，适逢华人农历过节，当地慈济人多数返回台湾，但救灾却是刻不容缓。留在澳洲的慈青和慈青学长，虽然缺乏救灾经验，仍在通力合作下，克服万难地规划好清扫方向，也完成了勘灾造册、发放等工作。I'm here to learn as much as I can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s unfamiliar to me, so just trying to do as much as I can to help them out. Actually, everyone is doing the same thing, so you can kind of get into it. 在这边的感觉就是很像要到另外一个家的感觉，所以没有累的感觉，因为大家都在一起，所以感觉很幸福。然后昨天有很多人过来，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大家都很幸福很开心。那今天在打包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就会不非常不同，非常不同，很有成就感的一种感觉，然后很希望能够再把这些送到灾民手里去。澳洲慈青临危受命，在这次百年水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证明了年轻人力量不容小觑。事实上，人生的发展阶段，青少年时期是重要关键。除了生理的发育趋于成熟，心理方面的人格养成，包含价值观、思考模式、抗压性的建立等等，都决定在此时。人生在发展阶段，最终的关键其实在青少年。在脑部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里面，青少年这个时候的很多的神经元、很多神经内分泌、很多的神经生理机制，在这个时候是高度的在分化，高度的在受环境的一个影响而在做一个修正动作，就好像长枝芽，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修剪的动作，修剪的动作让这一个行为能够导上一个正向。那现在我们看到青少年在面对课业的环境，面对现在的很多的一个资讯，包括来自于所谓的一个网络的一个世代，跟过去的世代不一样。现在的一个年轻人，他所遭遇到的一个压力，所遭遇到的一个物质的刺激，所遭遇到外界环境的刺激，远远的跟我们过去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那他青少年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必须要去注重的身心健康的维护。正言法师对青年有很多期许，他勉励慈青应在人世中多加磨练，自我成长，进入社会后才能承担重任。赖威任成大研究所毕业后，在光电公司服务3年，决定转换跑道，投入教育工作。4年后辗转进入慈济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职，5年后转至人事室服务。其实刚开始接任人事室主任，真的压力真的很大，因为
你是第一级主管，你要面对很多的会议，要面对很多学校的事情啊，跟关于人事的事情，要去做出决定，哦，甚至，你要做出建议，哦，去给你的主管。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是蛮忐忑不安的，我想说我也没有任何人事的工作背景啊，那也没有，也不是这方面专科出来的，那怎么去承担？我有没有办法升任？我那时候犹豫了很久，不过后来我想到上人的一句说，用心就是专业，哦，那只要你肯做肯学，我相信没有事情会难得到你。人事的工作除了繁杂，还需要高度的 EQ。 威任谈到自己解压的方法，其实做环保啊，哦，你可以获得还蛮多有趣的，哦，体验，包含什么呢？包含你的体力会增加，然后流流汗之后，你会觉得一天这样做下来精神气爽，当然身体的疲累是一定的，说不累是骗人的，可是你会觉得做完之后那种踏实感，那种获得心灵的满足啊，那是其他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在遇到比较大的压力点的时候呢，其实我会先把自己先跳出那个问题点里面，然后把视线转移到我窗外的这片草地了，它很宽阔，而且都绿油油的一片，会令人觉得很宁静很祥和的感觉。所以当你的心情在回复平静，回复到原点的时候，再去思考说，哎，我该怎么去找出好的解决方法。不逃避，而是找出身心的平衡点，让威任可以妥善处理压力，完成工作，甚至增生更多力量，付出心力，奉献社会。除了上人殷的叮咛跟期许之外，我想自己能够维持自己走下去的动力，就是自己对人生的一个价值观。我说今天我活在台湾，身为慈济大学的一个行政人员，好，我除了工作之外，除了赚钱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事情能够来利益众生？今天或许你只是做环保，可是今天或许你只是去访视，去看一个孤苦无依的独居老人，可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产生了蝴蝶效应。所以上人希望说，我们善的力量能够越聚集越多，希望更多的慈亲孩子们回来受证，成为慈诚委员，把这个善的力量，这个善的饼做大，善的力量在三个拔河里面力量增多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去战胜恶的那个力量。人生啊，上烦恼的呢，就是无责任好担，唔惊担责任。咱若是无责任好担，就是爱讲啥个，啥物个人生？没有的人生啊！所以呢，我们呢，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生。那么要有用呢，就是勇于担当。也就是讲，那无有压力吧，要哪会当制造去这份的强烈呢？蒸汽机的发明促成18世纪的工业革命，造就近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蒸汽机的原理是利用高温高压产生的蒸汽推动活塞而产生动力。发明者瓦特历经种种困难挫折，用了10年的时间仍不放弃，用一股将压力化为冲力的精神改写了人类的历史。就像一挂废铁吼，要让伊变成真精、很精密的，你知影？迄块经过炉啊、火啊、锤啊，直直拍、直直炼啊，才会当呢，把迄个杂质去掉，回归呢，迄个最精密的诶器库出来，同款的道理啦。虽然在这人群中呢，虽然呢，咱挑责任呐是很辛苦，但是呢，有压力啦，才会有冲力呀，哦，所以咱应该呢，都要用感恩心嘛，来接受这个当任这个责任啦。咱若接到责任的人呐，若无责任吼，拢无代志啊。
我欢喜就来做啊，我若无欢喜，我就要休困啊。这么真松，这么真宽呐。你想，无经过了迄、那个锤炼，安尼呢，敢会成好气苦呢？镜头来到台北慈济医院，医院每天面对生老病死，一刻都不能大意。而对于领导医院的一家之主来说，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对我来说，我最大的压力啊，是怕，上人还有这么多有爱心的慈济人，盖好一个这么棒的医院呢、啊。那身为院长，要带领大家做抢救生命的工作，就是做的好像没有达到超乎完美的好，这就是我最大压力的来源。赵有成原本服务于三军总医院，不到50岁就荣升将军。1990年，正言法师前往国防医学院演讲，许多人深受感动，赵院长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认同正言法师的理念，他选择提早退出军荣，加入慈济医疗团队。我回到慈济大概今天刚好是3年整，3月1号我来报道，97年，就今天3年整。刚刚来的时候，我有时候不太了解，比方说海地发生一个大地震，上人讲到这个时候他会哽咽，哪里发生一个大水患，他在志工早会开示他会哽咽，我其实不太了解。那有一次啊，就是为了大陆的这个苏州挂牌，我有去参与。那么上人有一次就在金色就讲到这个我们在大陆的这个发放义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华东水灾开始。那讲上人就讲到我刚才提到那个，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真诚的爱，就这么单纯，就是真诚的爱。那时候听到这个很感动，因为很简单，就是他真的发自内心的。院长办公室的书柜上摆着3年前的照片，赵院长说他很喜欢看这张照片，尤其是照片中正言法师看着自己的神情，包含很多的期待。当压力来临时，这也是他用来砥砺自己的方法。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可能。这句话我觉得是我来慈院呢第一次看到这个。因为很多人都只想做分内的事，像上人我就觉得他做了很多分外的事，但这个是我们凡夫也许不了解宗教家的情怀。因为你要做越大的事啊，你的承担和压力就越大。那但是人不要小看自己，其实上人从算是一位弱女子吧，能够承担起全球的事情，就是因为她从来没有小看自己，甚至有很大的抱负。那这个无限的可能呢，也展现在我们前面。那对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像我自己以前是很害羞啊，那但是来到慈济啊，也参加一些岁末祝福的这个金藏深入金藏的演出，其实这个对我自己来讲，我以前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事情呢，你就是说你还没有试过之前，你不要轻易放弃，或者说不要轻易觉得自己不可以。那这个当然都需要自己每天反省来想。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因为我回到慈济世界啊，就是师兄师姐啊，他们做一些事情呢、啊，让我觉得怎么可能？他就做到不可能，很超过这样。什么骨髓移植啊，环保志工啊，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发心发愿做的超乎想象，所以就是人有无限的可能。慈济发展有成的4大志业8大法印，现在看来似乎理所当然，其实每一项志业的推动无不是在饱受压力下进行。但是正言法师总是勤勉弟子，越是有困难，别人越怕做的，越需要我们去做。慈济人即使有难，也会去克服，
因为有心就不难。菩萨游戏人间，人间是菩萨游戏的地方。假如没有人与事来磨咱的心，那会当发出了咱坚定的意志。所以哦，不要把人与事当成压力。无人无事呢，啊，要安怎会当好成长呢？所以要用感恩心来面对人与事。净师也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不要把人事当是非啦，要把是非当教义。好，那哪一当安呢嘛？这一当真健康，身心健康的成长起来。所以要记得，人生有变化球，这是磨练你的智慧。好，你压力就是在磨练咱这个身心的成长，变化球呢？就是在成就咱的智慧，不轻一时，不重一滴吧。其实，什么叫做压力？只是呢，心在作怪啊。哪有什么压力？谁给你压力呀、啊？归根什么行都没有，好、哦，也无胆量，也无行踪。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压力的心态呢？不要这样想。所以讲起来，总是心转境都转呐、啊，好、哦，心转境就转。请大家要记得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心转境就转，是台中市的慈济照顾户李先生的写照。单亲爸爸的他，带着8岁的女儿住在一间5平大的套房。2年前因为工作意外，导致双脚的脚筋断裂，不能久站，至今仍找不到工作。长久以来内心处于高压状态，因此慈济志工每个月都会定期到访。李师兄他是单亲爸爸啊，因为毕竟妈妈没有在身边，所以我对红姨就是会比较关心一点，疼爱一些。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乖巧很贴心的小孩子。这个李师兄哦，都没有工作，都我们来的时候以前都跟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以前是愁眉苦脸的，不幸啊，现在看起来那个脸孔好像笑满满脸了，我觉得很高兴哎。李先生的转变来自于这半年多来到环保站做环保，而李先生的女儿也因为接触慈济人，不但收看大爱台，甚至还会邀约爸爸一起茹素。我看电视说吃素可以救地球，所以我现在很少吃肉了。我只要跟他呛啊，跟他讲爸爸吃菜，听他说吃了讲未歹，如果是讲无咱来吃菜。每天你跟我聊一下，好啦，我们你就爱吃，我也是对吃，这也是说一种心灵的环保，不是外在的环保。主席吼，就是我卡呢，甲斗三工吼，啊，我嘛无啥物当回馈，好这个主席，啊，有啥物好这个社会吼，啊，主要足感谢主席，啊，我就唯一的就是家己的囡仔吼，教好伊，教好好一个正确的观念嘛。李师兄吼。伊足骨力嘞，啊！伊若来做是拢点点啊做，点点做，啊做好吼，伊都拢安尼捡捡捡捡，啊！我若叫伊做啥，伊都足配合阮嘞。我大家呢，伊话好哇做做，但是心目中感觉足有价值嘞，因为咱虽然是小小的一种一个举动吼，但是会当，互咱感觉讲爱珍惜一块这宝吼，留继续留恁啊。李先生的压力来自于单亲。还有脚伤无法赚钱谋生，这些都不是他愿意的，相信也不是任何人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认清压力的本质以及压力所产生的心理现象，帮助大家理性地对治压力所产生的烦恼。人当失去一些东西，面临到一些离别的时候，我们有忧郁的情绪，那遭受威胁侵犯的时候，我们会烦躁易怒，那担心自己啊身体或来自于心理不可预期危险的时候，我们会焦虑。那我想就是佛家所讲的人生下来就是一个苦海嘛，
啊，当然很多是来自主观的贪嗔痴这种情绪相对而来，跟环境之间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面对压力的三种情绪反应，分别是忧郁、愤怒和焦虑。至于压力的来源，8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调查发现，并非只有负面事件会让人感到压力，升迁、节日、结婚也可能带来压力。归纳结果则发现，这些压力皆来自变化，因一时无法接受变化，或担忧变化后未知的结果，而这样的变化和感受，也就是佛法所说的无常和苦谛。生灵生老病死啊，也搁有万千悔苦啊，求不得苦啊，爱别离苦啊，五蕴即成苦，安尼夹起来呢，叫做得苦啊。那正面呢，诶，受苦生老病死呢，啊，迄都是大自然法则。后面即四苦啦，我们可以不要有，但是呢，咱的众生啊，凡夫习气呢，已经呢，构成了。求不得啊，就是生烦恼嘛，所以求不得苦。那人跟人的中间啊，都我爱我无爱啊，所以变作万千悔苦吼。我都不爱跟你斗阵呢，啊，无跟你住同厝内，阁袂用的吼。啊，我都不爱跟你同租吼，啊，偏偏呢，啊，配着你跟我同租吼，啊，安尼呢要安怎？啊，咱都爱。因缘果报观，那既然过去生都是跟伊结安尼缘，既然现在来了，咱是不是呢？爱用智慧啊，去转迄个万经啊为好缘呢？吼，所以呢，求咱何必求真多呢？那过来就是讲吼，爱别离啊，吼，那世间到迄个永远呢，永远无离别的呢，吼。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自然你就没有无蕴即成，就没有这个行蕴的烦恼，然后色受想行识嘛，这是无蕴嘛，吼。那咱的意性脉有这些安尼吼，坎坎坷坷吼的烦恼，那都爱将呢，将这个物质上啊，人呢都爱较淡一点，所以讲对啊，心经呢，敢唔就是？咱爱五蕴皆空啊，咱若五蕴皆空呢，那就是万里颠倒梦想啊！啊，这个颠倒梦想对倒来呢，就是前面那三项：万千回爱别离吼，求不得。这些物件呢，和咱在日常的生活都要坎坎坷坷，所以就引起了咱呢。会造就了真多的这个业缘吼，真嘞，牵拖一直到家讲吼，生生世世在遐伫咧滚架。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佛法所说的八苦，涵盖了人生所有压力的来源。而在正言法师讲述37道品的开示里，以四念处提供了我们解开苦恼压力的方法。安怎叫做四念处呢？那就是第一，观诸心，色心啊，皆是不净啊。九空相留不净物啊，何况讲呢？家己若无要清理啦，真正呢，健健康康啊，这个身躯呢，迄个异常一味都出来啦。何况若破病时呢，吼，迄个味呢，嘛是足歹的呢。所以，咱爱好好利用。心都是再多起呀，那第二呢，就是修炼处哦，那观修是苦啊，那就是讲
咱爱观所领受呢好恶定数，因为呢，咱自己家阿妈，咱拢总是呢，拢有感受啊，心有烦恼啊，错的代志啊，或者是呢，是因啊，是缘啊，是事业啊，是人我是非啊，是不是呢？也过是心格打不开呢，这嘛是叫做感受，不管是过去、未来。或者是现在呢，想过去的代志，杂念妄想啊，嘛是真辛苦啊。这个心啊，一种的感受，这呢，不管是好是歹啊，这拢总是苦哦，所以受啊是苦哦。再来呢，心念处。咱爱观心无常啊，那咱这个心性啊，就是定定呢，就是安尼不定，定不落来，心定不落来啊。这心呢，是安怎定不落来呢？那就是心主意念，所以大家人爱时时把心顾好哦。那第四呢？就是法念处吼，那观法呢，应该是无我，真正是啊，天下万物啊，都一行是我呢，拢嘛是吼，迄个诸法慧智，干那讲咱一个身躯，哪会来生伫这个所在呢？啊，我哪会是这对的父母生的呢？啊，我哪会伫这种的环境生活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十二因缘呐，来回合，随着十二因缘呐，无明缘行，安尼一直行，直直活来啦。到家呢，甲父母有缘啦，投胎啦，再搁再大汉啦，伫这个世间呢，搁再开始呢，修啊、爱啊、笑啊，等等呢，安尼搁再回集，搁做无明，伫咱一世人，当然啦，将来搁再延续去啦。啊，咱一世人是毋是定啊伫呢？无啊，世代加合啊，那。真紧都无去啦，所以呢，人生苦短啦，其实呢，集真济烦呢，甲因甲缘呢来汇合，所以有多一个是我呢，总共一句，观法无我啊，各位，这烦呢，拢定定伫咧讲的，法爱用伫日常的生活。所谓的四念处，就是说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所谓的宇宙的实相跟事件的一个本质哈。所以他说观受是苦哦，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哈。佛法其实讲到一个所谓的十二因缘观，它其实讲的是人生是苦的本质跟因缘流转的一个道理。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所谓的三世两重因果论哈。所以刚开始第一个前面两个是前世的事，它是讲所谓的无明跟行，是讲前世所造的。造持今世的因，包括他造的一个烦恼跟业力啊。那事实上，今世的话，它是从世开始，是叫胎世，然后它进入冥世，就是我们的物质的身体跟精神的大脑的成长，然后就进入所谓的六路哦，就是六路就是所谓的我们眼耳鼻舌身，我们大概有六个感官记住，然后触就是跟外面的六尘接触嘛哈，然后就才产生受，产生受是我们的所谓的感觉跟知觉。这个受出来的话，其实感觉知觉哦，这种受本身是一个苦嘛。但是这种苦的话，因为你这种受的话，感觉知觉会有所谓的贪婪、无明、浅薄、冲动，就会进入所谓的后面三个爱其有。那爱其有就是现在的贪嗔痴了，这个就会造成今世的苦果跟来世的一个苦果嘛哈。所以基本上哦，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
因果嘛，就是说你造因才会得果哈。那只要你心宽念纯哈，只要少欲知足，你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哈。你要去了解这个苦的本质，其实包括我们身体的苦，包括我们精神上的苦了。你如果了解那是苦的，而且是常常是自己造出来的苦的话，其实比较容易去得到一个解脱的一个道理了。你要认识那个苦是人生的本质了，而且也就是无常是所谓的存在的唯一形式嘛。因为我们痛苦的并不是失去，而是不肯失去，所以我们这个心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习十二因缘，就是要明白苦从何而来，如何解脱。要能获得解脱，就要先学习放下。什么是放下呢？正言法师用一个小故事告诉大家。有一天，有一位外道的修行者，他用最虔诚的心啊，先去买了一束花，就是要来供养佛陀，表示呢他最尊敬的供养。佛陀没有接，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到我面前这么的恭敬啊？这一位外道修行者就说，我不求什么，我只求道。佛陀，请你指点我这个修行的道路吧。那佛陀呢，就微笑着跟他说，好吧，你把花放下了。他就很恭敬，把花呢就放下了。佛陀还是默然，没有说话。这位修行者呢，又开口说，请佛陀指点我道。那他当然就是很虔诚的合十。那佛陀就跟他说，来，你把手放下了。他就也把手就放下了。佛陀还没有再说什么，他又问呐，佛陀，我要求道。佛陀就说，放下你心中所要求的。哦，这一句话，这一位修道者恍然大悟，对呀，我心中有求啊，所以呢，我满满的烦恼，佛陀要我放下，不只是放下有形的，不只是放下了理解，还要放下了心灵负担。所以呢，他觉悟了。各位，假如我要你们放下，你听懂吗？不懂齁。不过呢，我还要跟你们来分享。有的时候我也会喃喃自语，放下了谈何容易啊，从国内一直到国外啊，真的呢，有的时候呢，一下子许许多多的事情涌上来了，那我就会自己喃喃自语，到底我是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国家的事情都要涌上我的心头，都好像呢跟我呢牵扯在一起，我为什么呢？这是不是压力啊？那我就会自己提起，那国家人都没压力，现在为什么要说压力呢？我要自己呢先自我解脱，放下了。只要这个放下了，那么就会把这一些呢放下了，该处理的
我就会宗教处你这样的就这样跟他们这么说，或者是回他这样的一封信，或者是呢回答这样的解决等等，好，或者是说交代他们要小心一点，一切的一切的交代好了，那我就放下了。世间上没有过不去的，因为呢时间再过，事情都在过的啦。假如呢时间过了，事情不放过了，那就是压力大了。学会放松压力，放慢脚步，进而放下烦恼，并非一蹴可及，需要长时间的熏习和修炼。慈济大学校长王本荣和慈济医疗置业执行长林俊龙谈到他们如何排解压力。当然成为一个医学大学为主的一个校长，其实我们的压力最大的还是人事的问题啊，毕竟我们的师生他们的角度、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理念、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不同，所以如何要结合同行、见合同解，其实要大家能够理念一致、和和互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毕竟我们常常讲婚字底下一把刀，合字底下一张口，有时候要沟通反而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我个人因为经过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一个体认，我常常会觉得说，第一个我必须要一个比较正向的去面对，那其次的话可能是要全力去解决，那无论结果如何，只要进取在我的话，最后一定要完全的一个放下。因为毕竟我个人会觉得说，只要你自走，自己享受，自己性情无私，性人有爱的话，其实心境就是国土境，心宽就是天地宽，这是我个人排解压力的一些方式。不是外面的压力有多大，而是你的感受有多大。那有时候呢压力会来自自己，会觉得哎自己啊没有把事情做好。那没有把事情做好最重要的原因呢，那其实都是沟通上，都是人世间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上啊有一些困难不顺畅而已啊。我对于很多事件呢，我都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你只要认为你尽了力了，那么虽然事情不是你所这个意料的，你只要相信啊，这个事情呢，它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外国人说你要准备做最坏的准备，但是呢，你希望是最好的结果。那样的心情，抱着这种乐观的态度，但是非常小心的处事，小心的做法，那应该就可以应验所有的困难，达到你要的目标。不要去对那些无所谓的事情，你睡不着觉，你这边生气也没有用，一事无补了，你还是向前看，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低很多的压力，所以并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因为所有的压力都上人承担下来了嘛。乐观看待各种压力，也就是例行证严法师所说的前脚走后脚放，所以林俊龙身体健康，心情自在。而亲至法师教诲已25年的王本荣校长也谈到上人的身教带给他的体悟。所以其实我非常的感动了，因为上人其实他是佛法把他生活化，把所谓的菩萨把他人间化，但事实上在整个一个推行的过程中，其实最困难的是要水清有仪啊，要提高合众是非常困难的，他是要维持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品质格调，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理想，而且不产生任何弊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上人时时刻刻承受的压力都非常的大了。那上人给我他最大的一个启示，第一个其实他是立恒志，我们是很励志嘛，我们常常在励志，但是不会去实行嘛。他上人是立恒志的，他认为对的事情，他的眼光是非常的长远的，那他就会按部就班，他非常实在的能够务实的去把事情落实。
啊，第二个，因为我们是常常我们是所谓的无痕心嘛，上人是痕无心，所以上人他很容易就活在当下。所以所谓的一个立痕智是所谓的一个勇于承担嘛，哦，那所谓的痕无心是所谓的活在当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孟子的至理名言，让人有越挫越勇的精神。以为佛教、为众生为人生使命的证严法师，却以更豁达的智慧教导我们借势练心，突破难关。当下我也跟你想，奇怪嘞，无够达到我的理想吼，是不是让我死一个吼？啊，我换一个跑道，唯有干那我无这个权利呀。所以呀、啊，有的时候感觉到说累不累？累啊！但是呢，会想到了甘愿，有了甘愿呢，那就累不倒了。好，虽然也是累啦，也未去堕落去。也会累啊，但是呢，未倒好，因为呢，我甘愿嘛，这就是甘愿。而且，哪怕是再困难呐、啊，还要呢，能这样的力量撑起来哈、哦，去突破难关。甘愿的背后，存在着无限的感恩、尊重、爱。还有强大的信心、毅力和勇气，足以形成一道坚强而柔软的心墙，将吸附所有压力渐渐聚集成动力，而转化为前进的推力。